好，同学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在 Mathematics 一到七课的总复习，就是我们先跑一到七课的考卷先。如果一到七课你可以考到70分以上，基本上你几乎是 A 的了啦、哦、OK、啊、然后接下去的我们讲的8到13课基本就是 normal 的咯，就是后面的课会比较难一点点啦，就是它会拉低你的分数。我们先处理这一个一到七课。同学们，我先劝告大家说，你先完成考卷才继续视频 OK。 那我发觉说 Geography 有一些人应该是没有完成考卷的，他直接就抄答案给我了，那你可以选择啦，我没有介意啦 OK。 你完成就可以了咯，对吗？但是对你的复习是不是太理想哦。如果你现在在这个视频，你觉得你要不要先 try 一下完成你会的题目，然后接下来我们才处理，就是才继续这个视频去改你已经做了的题目，最起码你心里有个底，你大约几分 OK。 所以整份考卷先把会的完成先，做下来大概一个小时了，我相信你就可以做完了，你不需要到两个小时 OK。 所以加油一下啊 OK。 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处理，老师会一题一题的跟你们处理跟解释，希望说透过视频这样子的一个复习考卷，能够帮助大家更加了解你的数学程度，或者是你数学问题出在哪里 OK。 但是条件是你一定要先完成，你才改，这样子才会有效果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题。 Jujukan nombor nyatakan pola tak bagi jujukan nombor。 那 jujukan nombor 的意思呢，就是 一组数目、哦、它的那个 pattern、哦、是一样的 OK。如果他第一个去到第二个是加，接下来就是加，第一个去到第二个是减，接下来就是减，如此类推。7去到15是7加8咯，然后我们检查咯，7加8了嘛，对不对？加8，然后这一个呢再加8，所以我知道答案 Apple 咯，加8。只要他每一个超过三个都是加8加8加8，就是加8咯 OK。 然后接下来啊，Diberi satu jujukan 120, 105, 90, 75, tentukan sebutan bagi nombor 30 dalam jujukan itu. Nombor 30 dalam jujukan itu. OK, 这 paper 1的题目啊，同学们，你看啊，120去到105 OK, 加还是减？从大的数目去到小的数目吗？所以是减15吗？这个也是减15，这个是减15。我再减哦，75下来啊，减15等于60，65减15等于45，45减15等于30，30到了，30是第几个数目呢？这个是 T1 T2 T3 T4 T5 T6 T7， 所以答案是 C 咯 OK。 所以你看每个答案啊，有的方法做出来的啊，不是像你说的哎呀随便 diagram 就好了这样子哦， diagram 一下就好了哦。150去到 M， 去到2162 116 114 102，然后他把 MN 找出来还要减的 OK。 然后我们就检查咯，他一定会有完整的，比如说126去到114是减12咯，明显啊，6减4 2 2减12，然后114去到102减12咯，所以表示说每一个是减12咯 OK。 然后我们就检查150减12等于138咯，所以 M 等于138。 And then 102减12等于90咯，然后它要 M 减 M 吗？减掉咯，8是3减9 4，所以答案是 Donkey OK。 你看啊，这题目啊不难啊，三题 Jujukan 第一课 OK。 接下来到第四课啊，到了我们讲123 OK， 到下一课了， Algebraic 了。首先我们把它 expand 嘛，跟棒杆就乘进去咯，括号乘进去，然后乘进去，5×4 20 A 减掉15 A 2，所以答案是 B 咯，明显 OK。然后来到了这边， luas sebuah segi empat sama adalah cari panjang dalam cm。 segi empat sama 同学们就是正方形啦，我们讲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啊，四条边一样长的嘛，对不对？四条边一样长，然后他说他的这个是这个，就表示说他要我 factor 干啊，
4x 2加 4x 加 1 OK 就变成两个括号同学们 OK 然后呢这边呢就分一半 2x 2x 然后呢什么乘什么等于 1 1乘1咯加加 OK 所以它一条边多长 2x 加1啊答案 OK 好 next 这一个牵涉乘嘛对不对首先呢、啊、同学们你看啊乘的时候啊中间是乘或是除的时候啊就请你清醒一点啦、啊、就是说分母不需要一样啦把它越减就好了 OK 首先每次越减的时候啊看还可不可以那个 factor 干 3x 3y 3拿出来咯 x 减 y 对吗然后下面没有的动咯我们照写乘于 2x 加 y 下面是 6x 好什么跟什么可以越减呢我们先把数目处理掉212 236 313 313 x 加 y x 加 y 然后所以最后的答案剩下 x 减 y 除于 x 哦这是 x 来的对不对最后 OK x 减 y 除于 x 所以答案是 c 哦 OK 一步一步的去处理啊可以各的就各咯 OK 好第七题第七题是 algebraic formula 它要 express y 它要 y 成为主角 ungkap 干 y 每一次看到 ungkap 干 y 就是 y 成为主角OK, Y 成为主角那我们就抄题目一下。现在我要把 Y 成为主角。首先第一步这个东西要拿走咯。Puncture quasi rule要拿走咯。The square root have to take it out. OK, square root 换过来等于的个比它就会变成小二。然后呢 ,X2 减一等于 2Y。然后 x2 减1除2等于 y 答案咯 y 等于 x2 减1除2 c 哦 OK 好 find the value of r 如果 v 是36 36等于34 r3 OK 这边呢、啊、大家如果认清楚的话也就是等于36等于4r3 除3首先第一步这个往上移咯 ,36, 这个是除嘛移过来变成咯 ,36,18,339,108 等于 4R3, 然后108除4等于 R3, 然后呢 ,414,428,478,428,428 等于 R3, 然后呢 ,cube roots 27, cube roots 啊就是 Puncture Quasi 第一个27等于 R, 所以3等于 R, 答案哦。这步骤啊打打打打打打下来这边。OK? 好第九题。Diberi perimeter bagi sebuah hexagon, sekata ialah perimeter hexagon, hexagon 是多少个边啊同学们。如果你不记得 hexagon 是多少个边哦就哭了咯。hexagon 是六个边的。每一个边加起来的是18它的总周长。所以18除以6啊答案3。同学们你看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啊你不管你看它是7个边也好 ,8 个边也好 ,9 个边也好你都有答案啊。hexagon 是6个边的 ,heptagon 是7个边的如此类推。OK, 好 ,next, 第十题。第十题是个 regular octagon, OK, 然后他叫你找 x, octagon, 这样我们就用到那个 formula 咯 n 减2乘180除于 n 哦就等于8减2乘180除于8咯出来你就会有答案了。OK, 出来的答案 let's say 是 A 啊就等于 3x 加30等于 A 哦然后如此类推把 x 找出来咯你一定会找到的 x 的答案是 C35
你就下去做咯。 OK， 哎，这个方式啊，坐在这张纸上啊，你拍照上来给老师的时候我也要看到的。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颜色的笔。 OK， 凡是改的。 OK， 那如果你是自己做的，就是你是自己做的啊，不是你是抄的，我写什么你写什么的，也请你抄整齐。 OK， 我没有给完每一个 step 你啊，再下去那个 x 等于多少你要算出来。 OK， 好，来到了下一个。Raja Ampat menunjukkan sudu-sudu perluaran sebuah poligon. Sudu-sudu perluaran sebuah poligon. 啊，这个是酷啊。Sudu perluaran 只有一个总数罢了。Perluaran 只有一个总数吧，就是360度。定了的吗？不管它是多少个 sudu perluaran， 它都是360度。所以你 5x 加 x 加 2x 加 3x 加 4x 全部加起来，然后360除以多少个 x， 你就会得到答案 boy 24。OK， 好，这个 sudu perluaran 要特别记起来啊，定了的，不管它是多少，不管它是 octagon、decagon、nonagon 都是360度。OK， 12 sebuah bingkai berbentuk segi empat sama dengan perimeter 88 cm， perimeter 给了你，跟刚刚那题其实是有一点相像的咯。 OK， 现在 perimeter 就表示说88我要除4啦，一条线就是22啦。 OK， 接下去我看他要我做什么啊。 Diperbuat daripada dawai， 这个 dawai itu berbentuk semula dibentuk semula menjadi sebuah bulatan， cari jejari。 OK， 所以就表示说这一个啊，他把它拉开然后变成一个圆圈，啊，圆圈还是等于 88cm 啊，就表示说他给了你，他给了这个圆圈的 lili dan 你咯。这样我就用 lili dan 的 formula 去处理哦。Lili Dan 的 formula 考试基本上会给你的啦， 2πj。 OK， 所以最后他要你找 Jajari 咯， 2πj 等于88。然后通常他会问你，他会给你 pi， 他要问是什么的227哦。如果他要那个小数点 3.142 他会给你的，如果他没有讲要用什么就请你用227。 OK， 比较准确。好，2乘以227再乘以 j 等于88，然后你接下去咯，处理完。 OK， 你要写清楚在这边给老师啊，我的图画你不一定要画啦，但是你这个你看到这个的图画要清楚。你每一次读题目啊，老师有个习惯，每次我读了题目我一定会把那个 shape 给画出来啊，这样子我 make sure， 第一我 make sure 说那个图画啊，我要算出来的东西每一条线他给我的我不会出错吗，也我也清楚知道我要算出什么东西来。 OK， 所以12题当你往下算的时候啊，你的 jajari 会算到是 14cm 的。OK， 那如果你往下算算不到 14cm， 表示说中间有些步骤错了啦。 OK， 所以老师只给到这里，你写完整的给我啊，谢谢。然后13题还在布拉丹，布拉丹是方都的第五课啊，同学们，我们还有两课就是六七。 OK， 所以布拉丹的 formula 你看啊，布拉丹占我们的考试基本上它占蛮多分的。 OK， 四分题一定有一题，然后 paper one 一定有一题，就最少最少占六分。 OK，错了就糟糕了。我们来看看下一题他要我们给什么。 OK， 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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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berjajari， jajari 他给了你啊，很明显的其实他叫我们算度数了，因为度数这边没有给你，但他应该还会给多一样东西我们才可以算度数的。他说半江人口 PQ 一拉 44cm， 半江人口数学就是这样啊，给完所有东西你然后叫你算一样东西。 OK， 半江人口我们这个 formula 啊，多少度除以360乘以2πj， 这个是 long call 的 formula 了。我们这一课只有四个 formula 吧。 OK， 考试会给你的，我怕你不会用。 OK， 现在啊你看啊，这个等于44， long call 是 PQ 这条弯弯的线啊， arch 这条线罢了啊，长度它跟 perimeter 有关系的。 OK， 所以表示说这边多少度除以360等于44除以2πj， 然后你把派放进去 jajari 放进去，然后 calculator 除咯。 OK， 然后360再移过来，你最后会得到的答案，你一定要用回这一个227啊。如果你用 3.142、哦、你的度数是不一样的，同学们你度数会有小数点出来你就酷了，虽然是很接近答案的啦。 OK， 你会得到答案这个 boy 120。 所以你往下处理啊。 OK， 他给你什么你要做什么。好 ，next 14题，14题这种图画呢，
paper 1 paper 2都有，就是我们讲 objective 跟 bahagian C 都会有机会出现的。 OK， sebab bulatan mempunyai pusat sebenarnya， 他们 share 一个 pusat， 一个是大，一个大的圆圈，我们讲这个是一个 sector 啦，一个是小的圆圈，一个小的 sector。 OK， 然后 diberi panjang lengkok， panjang lengkok QR 这一边不了啊，adalah separuh daripada panjang lengkok PQ， 所以这个是中间点啦、啊，看起来不像中间点啊。separuh，sorry， 这个是中间点。OK，PQ 的一半呢、啊，就是这一个的 QR 的长度。然后它还给我们什么呢 ？Find the area， OK， cari luas dalam dalam CM2 kawasan yang berlore。OK， 它要的只是这一个部分，同学们。OK， 所以我一定要算这整片蛋糕，减掉前面这片。那我要算这一片是多少，我就必须把 PQR 这个轮廓找出来先。OK， 90度，我们用回上面这个 formula 咯。第一个部分啊， 90 度除以360乘以2乘以22 over 7乘以杰加瑞斯10亿。就是找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PQR， OK， 然后处理掉了。